其实我不是这个地球上的人，其实我是来自另一个次元的人类，这已经是30年前的事情了。没想到我驾驶的飞行器失去控制，被吸入了时空漩涡。当时我落在了这个未知的地球上，是他帮助了内心不安的我。这孩子作为幽灵的后代，迟早要接受他的身份命运。这是你妈妈的遗物，和黑暗巨人的斗争从太古延续至今，这和你死去妈妈的血脉有很大的联系。觉醒了，真是期待呢。为什么？为什么我会那么在意那个女生？我们人类是不可能会输给你们的，绝对不会。我要问问自己，我内心深处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早知道我也买了，差不多两天就会见效果。是吗？拜拜。再见。拜拜。原来如此。ガッツセレクト出動。レダー輝けフラッシュデッカー、ウルトラマンデッカー、毎週土曜朝9時放送中。马鲁鲁队员汇报下桑园城的情况。目前还没发现城市里有什么动静。上次捕捉到怪兽的动向后，这几周就完全没有动静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可能在睡觉吧。那晚安。大家先都保持待命状态，随时应对突发情况。收到。明白。收到。这是什么隐藏的文字出现了？什么时候的事？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每次都是突然出现。是有什么特殊的契机吗？我也不是很清楚，这样我们正好可以挖掘一些新的信息了。为什么我的心怎么乱乱的？
当然会乱了。你谁啊？你找我有什么事？你现在还没发现自己的心意吗？你说什么？让我来告诉你，你那是心动。恋爱是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在谈了恋爱之后，都会变强，变强哦。恋爱还能变强？你能详细跟我说说吗？怎么样？有什么进展吗？上面写着什么？写的是强大的力量之源，永恒核心。这个像太阳一样的图案指的就是永恒核心吗？应该就是。强大的力量之源，用现代的语言来解释，可能是指某种高能量体。高能量体，永恒核心究竟是？刚刚那是什么？这是光国会长发现的壁画。我们在解析壁画上的文字以后发现，3000万年前大量怪兽频繁出现的原因，和地球某个地方的某股强大的力量有很大关系。那股强大力量不会刚好就是和石板上的信息对比之后，那应该就是永恒核心了。能解释下吗？我猜测怪兽之所以会一直出现，是因为永恒核心的苏醒使怪兽们受到了刺激。我们还是先和队长汇报一下情况吧。张仁，石板分析的怎么样了？有没有发现什么？我们找到了有关永恒核心的新情报。真的吗？好的，我马上回去。金明，你后面。金明，喂，真是出事了吧？我的壁咚让你心动了吗？不，太危险了。怎么样，你心动了吧？就这也能叫壁咚吗？墙都被你给打烂了，我感觉我差点被你拍死了。背后环抱，小鹿乱撞，这下有感觉了吧？喂，要死了要死了，这下直接要命了。用力过猛了吗？你干什么呀？摸摸头。高大，坚硬的铁爪可抓不住少女的心呀。摸摸头。金明，你们来干什么？不要来坏我的好事。张仁送的生日礼物派上用场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先救金明再说。你想干什么？看我的表情看不出来吗？看什么？那这样的。有变化吗？这是我笑起来的样子。和刚才没区别吧？谁能看出来啊？我能，他刚刚确实笑了。骗谁呢？那他刚刚又是什么表情？我猜应该是陷入爱河的表情。你说对了，
谈了恋爱就会变强？啊？你在说什么呢？胡言乱语！你是打不赢我的铁臂的。启动完毕，震动波。家人，家人。哦，还是有点能耐的。不许动！不愧是你，这样才配做我的劲敌。这感觉是怎么回事？战斗的时候要集中精神。不想你对我做这种事。我到底是怎么了？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郑队员的报告说的没错，逐渐复苏的永恒核心引起了怪兽们的反应。胜利猎鹰随时可以出发。起来，队员，操纵胜利猎鹰吸引怪兽，让它尽可能远离桑园城市区。明白。宝藏猎人的行为准则就是要懂得适时收手。The Ultras and the Absolutians. We must prevent this war from escalating. They continue to grow in strength, but any potential threat must be eliminated.There's no time to waste. All that stands in the kingdom's way shall fall before my blade. The kingdom? They're our greatest threat yet. Can we beat them? But I know them. My friends will never give up hope. Let's go, everyone! Game on! In the name of galactic peace, we'll do everything to stop you! The survival of our race is on the line. We cannot back down. I'm going to enjoy myself. There is no light or darkness! I will stop you! A miracle fusion! Ultra-amazing! I shall still strike him down. Let's survive this and achieve victory. Execute your ear myself! I am Grandmaster of the Cosmo Beast Style. Ultraman Regulus! Ultra Galaxy Fight! The Destined Crossroad.Who dares? Hey, don't forget about us.
你去引导市民避难。我知道了，市民，市民交给你了。这就乖乖回地下了吗？现在可以定位怪兽了吗？你也不看看我是谁，交给我吧。为什么要反抗？为什么要这么拼命的战斗？和力量大小没有关系。想要保护他人，帮助他人，是这些信念在推动着我们去战斗。
这怪兽真棘手，它的细胞能吸收攻击来增强自身实力。如果这样的话，期待队员，胜利猎鹰号上装有大量液氮，你配合特利迦的攻击撒到怪兽的周围，低温冷却应该能让细胞停止工作。我明白了，特利迦，请你相信我们，攻击怪兽吧。特利迦奥特曼强力型启动完毕，迪拉修魔化出胜利，强力之光，特利迦奥特曼。特利迦奥特曼强力型。哎，你也喜欢这个女生啊？你在说什么呀？张仁、金明，就这样吧，我认同你做我的劲敌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不知道。算我欠他一次人情。活着的人们谈了恋爱，就会变得更强。这种强大来源于想要保护他人的坚定信念，绝不能轻视内心拥有坚定信念的弱小人类。喂，你快看，这是和幽莲对抗的黑暗巨人。难道不止三位吗？哎，还有一名黑暗巨人吗？那名巨人的名字叫特利迦。
卡鲁米拉对特丽莎死缠烂打，他用咒术侵蚀特丽莎。拼死抵抗后，我穿越时空飞到了其他世界。这里是3000万年前的超古代吗？下一集，特丽莎奥特曼，光与暗的邂逅，微笑吧，微笑吧。